1400位志工深入金藏演绎信愿行，受证队伍中83岁老菩萨把握有限生命，捐救护车、轮椅，心怀众生。啊，那捐五台车，啊嘛，搁捐30只遐轮椅啦。竟然讲唔甘接，唔甘听，就欠起来。啊，即摆阮头仔也走去，阮囝也走去，所以我讲我就着提出来做善事啊。伊都拢足欠的，就对啦。啊，伊主要愿意献出来，安尼捐啊做善事啦。演艺队伍中也包括捐赠者，这位慈二代年轻女士，一家三姐弟都验血建档，还想捐第二次。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被妈妈安排去参加那个骨髓验血的活动，对，那已经等了20几年，终于配对到，那是弟弟找我一年吧，找我一年也是配对成功，然后我过那个成功的案例有捐过2次、3次的，对对对。所以你也想要效仿？当然啊，有这个机会是更好了。曾在火里冲锋的消防副大队长，2015年新屋大火痛失伙伴，目睹慈济人闻苦救助，加入志工行列。在那一场大火之后，我们失去了6位弟兄。那当然我们在处理上面，心情都会比较低落。那还好有慈济在那一段时间一直对我们罹难的兄弟们的家属的照顾跟陪伴。我们是在救灾，但是他们慈济也是在帮助人。桃园静思堂门口摆设教联30历史年表，见证一群教师志工们勇于付出，传承青壮世代。以历史为主轴，那静思以推展，为这个纲要的一个静态展这样的一个呈现。是有几位老师是从一开始就加入，坚持了30年。以前他们会觉得说，有些事情为什么他们那么坚持？可是现在他们明白了，原来他们坚持的是一份对教育的爱。从台湾到世界，上人与加拿大志工温馨座谈，捐冬衣、开食物银行，弘法海外，上人赞许。哎，决心啦，立行哈，在迄个所在守护的佛法在那里，更需要弘法立身。全球气候变迁，灾难升高，人口增加，粮食缺乏，减少欲念，济弱扶贫。身体健康，把我今仔日的生命，哇，要为人间付出，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大爱新闻陈红丽、李俊威、邓应中，桃园报道。